買波衫睇波咗。我冇，年年都係咁，年年都係，年年都係咁。我哋新加坡年都係咁。有冇睇開邊隊可以攞爆冷啊？或者啲即係今屆爆冷，今屆爆冷啊！如果講爆冷就我會捧即係捧翻亞洲咯，係、啊、啦，即係日本隊，日本隊係啦，希望會更上一層樓。哦，有冇買日本嘅波衫都有啊？冇，係啊，不過自己會儲啲，可能就嚟踢嗰啲隊員嗰啲球員嗰啲衫，即係今次可能最後一屆嘅球員嗰啲衫就會買。哦，係咪都係以收藏為主啊？係啦，都會出出街嘅啲都會著嘅。哦，覺得今年嗰啲衫嘅價錢有冇貴咗？其實差不多，係都係有冇話即係貴就貴少少嘅，係都知嘅，因為運費啊啲材料都貴咗嘅。唔係嗱，我其實係中意 C 朗嘅，不過我係曼聯嘅 fans 咁啊。嗱、哦，你知啦 ，C 朗呢排搞緊啲咩啦，咁所以都係啊轉咗啊查米斯咁啊。哦，係啦係啦係啦。今年係咪可能佢兩個都係最後一屆？係啊係啊，應該係嘅，係啊係啊。覺得係咪要買翻件衫收藏下定？冇錯冇錯冇錯。其實因為我之前就買咗 C 朗嘅，係不過因為都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啊，最後一屆咁點都要撐下嘅，即係佢哋兩個係啊。即係我講。幾時開始活躍？呢兩日啦，因為今年係真係慢熱少少。點解會慢熱？因為往年我平時可能真係六月先打，但係五月就打完聯賽。咁啊，中間有兩個禮拜都俾大家 ready。咁講緊我上個禮拜仲打緊英超，大家仲諗緊自己中意嗰隊波，打成點啊？呢樣嗰樣啊。咁今日可能開始真係冇英超啊，冇呢樣嗰樣睇，大家先。focus 翻世界盃，係、啦，咁啊慢熱啲啦，今年就簡單啲嚟講。咁你話咩球隊或者咩國家會比較勁啲啊？即係你又講消情？消情啊，或者多人諮詢啲啦。啊，阿根廷咯，葡萄牙咯，即係都係斯洛美斯最後一年啊嘛。係。係咯，咁啊，日本都係嘅，日本啊，不嬲都多客穩嘅，所以就係咯。哦，咁有冇話因為美斯嗰邊最後一年，今年嗰個佢哋兩個嘅預訂率佢哋急增啊？有冇？即係我預咗翻嚟買嘅數量係多啲嘅，會係啦。來貨嗰邊咧，即係會唔會話都好，即係好緊張，定係都 OK？ 都會嘅，因為有啲 size 已經斷咗，其實都係啦。都停咗。幾好啊！繼續買啦，係咁好法啦，即係點樣嚟啊？係我見你好似印緊嘢喎，係啊係啊，即係咪啲客要啊定係點樣？係啊係啊，啲客之前訂咗嘅，睇得我媽點好啊？都係正常咁上下啦。係有冇話邊個球隊或者邊個國家嘅比較 hit 啲啊？阿根廷咧比較 hit 啲，因為大家都係美斯最後一屆都係想支持下咁樣咯。咁葡萄牙嗰邊咧，我都 OK 啊。葡萄牙，因為我哋分配得唔多，所以就一般啦。係啊，啲客人訂嘅都係可能係阿根廷嗰啲比較係比較多啲啦。有冇話咩特別要求啊？咁佢哋即係可能有啲印啲字啊，嗰啲主要都係美斯啦，係啦，啊。今年有冇啲可能啲冷門啲嘅，可能日本嗰啲爆冷出嚟？你話比賽？即係三。因為冷門嗰啲我哋就比較少做嘅，所以就係啦，即係主要都係幾類熱門啦，阿根廷啊，咩英格蘭啊，法國、荷蘭嗰啲熱門啦，主要都係啊。咁有冇人過嚟詢問一下，即係譬如可能你啲其他國家嗰啲咁樣？都有嘅，係啦，有啲朋友都中意啲特別啲嘅唔同嘅國家隊球衣咁樣嚇，咁但係就嗰啲通常可能都要喺外國自己訂咯。係啦係啦，因為呢邊即係行貨就係即係主要係基本嘅隊伍咯。嗯，係啦。你覺得今年啲球即係嗰啲顧客咧，俾佢嗰啲熱唔熱衷啊？喺球衣方面都熱衷啊，都係啊。比上一屆咧？啊？比上一屆咧？咁始終都係有啲差別嘅，2018年同2022年即係經過咗個疫情。有啲少少回落咗咯。其實嗰啲國家嘅即係譬如球衣係咪都係大致上有冇話邊個國家跌得比較即係個供應量少啲咁？唔係都好平均，即係譬如你訂100件，佢可能最後都係俾60-70件你咁樣咯。哦，係啊。咁嗰個價格方面，即係有冇話即係因為可能供應量貴咗啦？價格18年嗰陣時。
都仲係賣緊600蚊一件，而家係700蚊一件，即係嗰個價錢係高咗嘅，嗱供應係少咗。哦，嗰個即係價錢貴咗咧，啲人會唔會話都卻步咗啊？即係因為你啱啱所講啦，經濟都唔好。都有少少影響嘅，係啦。咁但係因為佢係同呢個叫做球會嘅衫同步提升價格，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變相係習慣咗，係啊。因為由2020年2020年都仲係賣緊600，係啦，啱啱即係但係2021年開始球會衫量加咗價，咁相對嚟講國家隊衫量加咗價，咁啲客可能有啲習慣咗咯，叫做。